家位在云林的旅店，以王朝尊贵的概念为主体风格，但同时也有着现代简约的味道，像是宽敞的大厅，有着王者的气派，却不会让人觉得太有距离感。如果来到云林玩，艾雅我相当推荐哦。好大的客厅哦！这间呢，其实他们说是亲子房，但是其实楼下呢，它是可以停汽车的，所以一家大小来都很方便，停了车之后就可以把小孩带上来。而且我发现一个绝对马上搞定小孩的东西，就是它可爱的溜滑梯。而且整间房间呢，它的那个设计的风格都是比较现代，然后以木头为主，然后就让人家有一种简约干净跟空间很大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想必房间应该是挺舒适的哦。很大哎，这房间也太大了吧！但整个风格也都是跟客厅一样，走这个简约的风格，而且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过于金碧辉煌这样。然后带一家大小孩非常适合，而且它的那个设计啊，还有一些大理石，我本人最爱的大理石纹在这里。还有一间一模一样的设计，但是我觉得它一定会有一些小巧思不同，就是它是什么？有厕所的房间，就是它的浴缸就在这个窗子旁边，然后你泡澡的时候就可以往外看看风景啊，看看感受一下。虽然说不是说太远，可是呢，有这样的窗户，泡澡起来就是舒服。I told you guys, I'm Prince in Japan, and 不好意思，我讲中文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台湾演艺圈现在那么红。但是呢，私底下有时候很累，所以呢，来到像这种的地方，一定要可以住很好的房间嘛。哦，这个房间太厉害了，你看后面的风景真的很棒，而且呢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房间很厉害，什么都很大，大什么？就是他们的电视那么大，哎，好像是电影馆一样的感觉，而且呢，还有这个床是 queen size 的床，一。两张哎，所以一二三四四个人可以睡，而且你看我的身高195公分，那么高，其实170而已。那所以呢，你摊子，哦，我那么大只的，旁边那么多空间，哇，真的好想休息哦。